师的玩具可贵了，弄坏了你可赔不起。切，就这破玩意能值多少钱呀？3000。也就3000，我明天就买一个。3000，我该从哪儿变出3000呢？哎，有了，收集箱里头你有不少。哎，这也就2000不够啊，这咋整？喂，你有办法能让我钱变多？你先拿出20张，我就能给你变多啊。你可别骗我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看好了，这边有6张，这边也有6张。你看，我把这张放到这儿，把这张拿出来，这边是不是6张？这边是不是还是6？哇塞，真的是哎！别着急，还有呢。我们按之前的操作，你看看钱是不是变多了？你再看看周围是不是还是6张？哇塞，真的变多了！快快快，我还要变。这个魔术一天只能变一次。刚才变出来的钱我们一人一半，你明天再来找我，今天我就准备收摊啦。臭小子，是不是你拿了收钱箱里的钱？现在居然还敢偷钱啊！冬梅姨，你先别着急，刚刚有个摊主会变钱。你在说些什么傻话？数数你自己手里的钱，别让人骗了去。我的钱怎么变少了？这是为什么？小梅，我的作业。浩辰，这是干嘛呀？你瞅，这宠溺的语气是怎么回事了啦？谢谢浩辰。乖，大丫不是乖乖女吗？大丫大丫，这是我带零食都给你。今天表现不错啊。蘑菇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不给我给大丫？大丫，放学后我骑车带你去兜风。冷少，你今天不载我啦？呸！你算老几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山板壁啊，小麦路，放学一起去吧，大丫啊，顺便叫上山板壁。吵什么呀，王小梅？山板壁，我不跟你好了。浩辰平时不对我这么好的，还有蘑菇头、冷少、山板壁，居然都围着大丫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做梦，一定是反的。变得这么冷漠，大丫，不会还没回来吧？老师要你去办公室。小梅，你今天放学去我家玩吧。蘑菇头，你回来啦！我该不会在做梦吧？为什么总是要欺负我？就欺负你，谁让你是好学生呢？就是，天天跟老师打小报告。班长，不要这样受人欺负。浩辰同学，我该怎么办呀？Thank you.
姐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晨晨。姐，你不是给我带了喝的吗？啊，这不是给我的吗？小梅，你可真自作多情，上次你还喝浩成同学的可乐呢。蘑菇头，还有还有，浩成桌上零食也是。啊，不许说！快跟我回办公室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啊，老师，等一下。嗯。给我姐。梅，你是不是长胖了？我才没有。那你怎么要坐这么大的位置？你欺人太甚。讨论题目中。哟，浩成同学好帅啊，眼镜借我戴戴呗。蘑菇头，你快还给别人。哎呀，还你，我又不是私人田忌。哎，大家帮我把作业写了。蘑菇头，我的作业还没写完。怎么这么慢？你不是号称品学兼优吗？我今天不写完你别想睡觉。哼，蘑菇头居然说我胖。我昨晚熬夜帮他写作业写了好久呢。有了，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蘑菇头，你嘲笑同学，恃强凌弱，不写作业。我没有。今天我们要好好惩罚你。不是喜欢嘲笑同学胖吗？被你也尝尝变胖的滋味。不是喜欢嘲笑人家近视眼，你也试试看不清的滋味。你是喜欢让人写作业吗？今天这些卷子不学完，不许回家。你们是哪个学校的？我的同学也知道了，肯定会放过你们的。